每逢周末，卡之音 Channel KTV 为您精心烹制热腾腾的卡之音点心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弟弟、姐姐妹妹，卡之音点心出炉啦！让你们齐聚一堂，唱唱歌，一起感受周末脉搏跳动的节奏。哇，这么丰富的家庭点心，只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中午12点，您又怎能错过呢？您忙碌生活的最佳调剂，一个结合视觉与听觉双重享受的卡拉 OK 音乐节目，纯 K 金曲，为您介绍各类金曲好歌，让您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尽情享受歌唱的乐趣。纯 K 金曲，今天晚上10点，卡之音 Channel KTV。哎，秀兰，我们来怀旧怀旧一下好不好？你还记得70年代的那个时代啊？我们在歌厅夜总会怎么样的情况？你来讲吧。应该你的体会比我更大嘛。哎，一样的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真的我们很怀念哈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，每天呢要唱很多首歌，特别是也有很大的就是乐趣，就是每天走四五跑场跑场。我记得我最高记录是过年的时候一天跑10场。10场？对，一天要唱60几首歌。那唱3天之后呢，我的口都麻痹了。但是好像老板叫了很难说 say no， 不可以拒人千里之外。因为看在钱的份上啊，也不是，我觉得是人情。因为过年时候他们都喜欢，大家都喜欢花钱热闹了。那么不管东南西北啊，就是说新界啦，香港仔啦，还有全部都喜欢我们，就是有这个歌来听，好像普天同庆一样的哈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去大行其道了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不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跑场来奔命，还有激起一样。那些车子就等在门口，你唱完啪啪啪跑到那个车子，又跑到另外一场，然后唱完歌去一场夜总会，哎，真好苦。虽然有乐的一面啊，也有苦的一面。苦的一面就是说，哇，这两腿真的一天一睁开眼睛2点钟就是歌厅开始，是唱到晚上半夜3点、3、4点的。那个时候是叫做时事哈，是这个情况。那么做歌手的呢，真的越是过年过节的，我们歌手呢真的没有一天是好像真的好享受这个假期呀、还有这个假日啦，这种享受哈、其实内心里面很孤单的，好像哎呀，真的没有人生什么乐趣哈、吃顿饭只有几分钟，对，你觉得是不是？有时候还在后台那边吃团年饭。哦，我还没试过呢。我试过了。还有冬天的时候更苦，那穿的那个晚装就披了一个大衣，就跑的哇，好急，好，有时候好像心脏病都跳出来，又怕人家唱最后一句话你还没有上到台怎么办呢？然后每次都好像现在人赶着投资一样的，赶着你赶快今天唱这首，然后说哎你唱过了，你赶快唱另外一首，快。然后那个后台的那个老板啊，那个排节目的人啊，紧张到了没有？还有半首歌，快点！哇，那种后台有后台紧张，前台呢就在享受。那我觉得那个时代，觉得歌手呢真的很用功，也很努力。你说赚钱根本跟现在来比，真差的天和地了。那个时候因为跟现在的生活不一样，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比较低，那现在不行了，因为赚以前的那个薪水来现在生活的话，那当然不行了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呢，很多机会给不同的城市的歌手去参与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哈，在这个歌坛上争，就是一个大家都有平分秋色一样哈。那现在呢，真的你没有这个机会背景呢，就算怎么唱得好，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给你演出的。你觉得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么我们先听一首《马车夫之夜》。
辫子长呀，亮的眼睛真漂亮。假如你要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你嫁给我。带着你的嫁妆，领着你的妹妹，跟着那马车来。吹又响啊，琵琶打又甜呢。杭州的姑娘母老老的呀，没有一个不漂亮。假如你想讨老婆，不要讨别人呀，一定要讨杭州姑娘。带着白毛天地，领着你的弟弟，跟着那马车来。
手，阿拉木汗什么呀，身段不分也不收，他的眉毛像蓝雨，他的腰水像溪流，他的袖子很多情啊，眼睛能使你发抖，阿拉木汗什么呀，身段不分也不收，阿拉木汗什么呀，身段不分也不收，为他黑夜没瞌睡，为他白天常咳嗽，为他冒着风和雪呀，为他鞋底常脱落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吐鲁番西三百六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吐鲁番西三百六。
各位朋友您好，我是冉潇霖。我很喜欢很多很多的抒情歌曲，但是那么多那么多的抒情歌，我最喜欢唱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。可能有很多人都不晓得这首歌，因为它歌龄很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首歌它的歌词好，这个曲很优美，每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它很容易把我的感情给带出来，有时候唱的会流眼泪。喜欢这首歌。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还不晓得你几岁踏入歌坛，从哪一个方向来。我当然是很年轻了、也没有什么秘密了，我是1967年踏入这个歌坛、因为我第一份工呢就是欢乐今宵开始我的娱乐生涯、那么娱乐生涯你知道了，现在无限制一共是29周年了、那我就等于歌坛唱29年了。那个时候我17岁，那你知道我现在多大了？没有没有什么秘密了、没关系，年纪不是问题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当你第一次唱歌的时候，你是跟哪一家唱片公司换唱片呢？我很幸运呢、那个时候是一位应该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老板叫立丰唱片公司，他在1968年就请我灌入第一张唱片，就叫做《偷心的人》开始，我的第一张唱片。对，之后呢？之后啊，我就一直不停地唱啊，一直灌啊，那么唱到结婚的时候，1979年了。那我没有停止过这个娱乐圈。有的人说你结了婚之后这多少年了，现在结婚已经17年，他们以为我是好像结婚之后都是跟这个有办过这个歌坛啊什么。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公开在这个电视里面亮相，但是有幕后就是不停的灌唱片。那个时候反而婚后唱了很多唱片出来，差不多有10几张。那么反而得到那个5张北京唱片，还有3张黄金唱片。那么现在呢，一直不入灌入的唱片就是有那个诗歌带子，差不多有120首，8张 CD。不过我觉得一个艺人啊，当你认定这个是你的工作。
我是希望唱遍世界，只要有知音的人我都喜欢唱。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到美国去，因为不是说那个环境适合我，是因为我可以到外面唱唱歌，可以休息一下。那当然我也喜欢东南亚，那特别是新加坡我很喜欢，因为我第一站去外地分台是我的新加坡，那还是珍珠坊最早的时候，知道吗？知道。70年代刚刚开始，只有4层楼的时候。那我新加坡很怀念，又很干净呢，人情味都很好哈，很有这个安全感。其实做艺人很喜欢有安全感的。是。那么，如果你现在问我呢，到婚后的时候呢，我是经常到中国去演出了。去中国。哈哈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还是到处有演出，那是没有什么地方分别了。每个地方有中国的华人地方，我倒是非常乐意为他们演出。好吧，我们先听一首《马来风光》。
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爱，为什么爱会变成海，我爱你卡之音，一个结合现代科技与高品质卡拉 OK 音乐的 Live Show 现场直播节目。您不但可以透过电话和网际网络点播歌曲，还可以跟摄影棚内的主持人及特别来宾轻松对话，拉近你我的距离。现场 call in 卡之音，每逢星期四、星期五晚上七点，卡之音 Channel KTV。哎，秀兰，你觉得婚后的生活好，还是你还是做小姐的时候生活比较好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大家都有同感。做女的时候是在家里面是好像有爸爸妈妈的兄弟姊妹的重爱，那么都是娇生惯养的，很重快的。那么到结婚呢，就是由头开始学习了。当然两个味道是不同。感觉也不同，是啊、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个阶段的话呢，当然我觉得还是喜欢现在，是吧？以前有做艺人来说，以前有以前的乐趣，跟做女儿的身份根本是不同的，不可以说好跟不好哈。那我觉得现在呢，就是比较成熟一点，那么做些事呢，各方面呢就比较哎，处理的方面比较好像理性一点，而且生活上比较意义多一点。我觉得这个感觉。是婚后的生活呢是比较更加丰富。当然了，婚后了有一个伴陪着你，
你喜欢有安全感吗？对不对？我想你先生也给你很多很大的安全感，是不是啊？安全感，现在也很大安全感。我觉得婚姻是彼此的包容接纳，还有彼此的建立啊。比如说有没有保障，或者是安全感，这个定律呢，就是不是人可以定下来了。将来的事情，我最要紧是目前夫妻两个能够和睦的相处，彼此的有真诚的人，就是交通啊，特别我们有同一个信仰里面，就是你说你们有信仰基督徒，是不是完全就是那么幸福那么没有吵架啊，没有争闹啊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人来的。那当时在我们吵闹之间呢，有不协调的时候了，最后我们到神的面前呢，就是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看到自己的不对，那然后我们就自己向彼此的认罪，彼此的就是悔改那容易的原谅了，那容易的更加的建立好更好的关系。那我这夫妻呢这样子慢慢的在神面前就是有一个盼望，有希望。好吧，我们听一首南泥湾。You
些什么？之后呢？有什么嗜好吗？我的嗜好真的很多，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每件事情呢都做不完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生命是最宝贵的，那么一天的时间要安排你最需要的应该做什么？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。那当然了。以前我觉得好像我们做艺人都是滥用生命，觉得自己可以付出很多了，好像不停地唱不停地做，但是连睡眠呢吃饭呢健康都没有，就是兼顾这些事，其实这个对自己的健康消耗很多，而且付出也很大，值不值得呢？我相信如果给我再回头再重新再做人的话，我会好好的珍惜哈。那么现在我觉得每天怎么样安排时间，看看还有应该做运动啦，在饮食方面也要注重啦，工作方面也要注重。哇，怪不得你做得这么好。不要笑我，这个真的还是在学习之中。不敢说自己做得这么好，希望特别是我们艺人嘛，对，都是有一个带领的潮流或者社会的推动，有一天我们做艺人就有好的印象给观众，对，希望有一个健康很 fresh 的感觉，让观众也有这个亲切感。是啊，好吧，我们听一首《彩云追月》。
Cha-cha-cha.
时间又到了尾声了，我们的节目要谢谢细秀兰小姐上我们的节目，谢谢谢谢。那么我们下次茶座叙旧再见吧，拜拜，再见。祝福你也是。
cha cha cha, quay lại cái cha cha cha.今天学了不少那些唱歌的基础，基本的歌唱技巧，那音准啊，换气啊。那么现在我带了一首《莫忘今宵》给大家一起学习，那么好不好？我们首先来唱一个谱了，李老师来。停顿三拍，然后我们才唱第二节啊。李老师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我想不是很难的，因为这个旋律是很美的一个旋律。待会儿呢，我再教你们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唱出来。先听一首庄学忠的《月光小夜曲》。在我窗前荡漾，透进了
茫茫，我低头轻轻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，好像今晚月亮一样，忽明忽暗又忽亮啊，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。
送你有香烟馒头炸肉包呀，小龙馒头炸肉包呀，好朋友，你到底爱吃哪一样？你到底爱吃哪一样？哪一样？广东包呀，上海包呀，广东包呀，上海包呀，广东包。有的人他们爱吃广东包，有的人他们爱吃上海包。我最爱吃是叉烧包。想着好花儿吹，
记，一个结合视觉与听觉双重享受的卡拉 OK 音乐节目，纯 K 金曲，为您介绍各类精选好歌，让您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尽情享受歌唱的乐趣。纯 K 金曲今天晚上10点，卡之音 Channel KTV。 本周星星特约为您呈现：星期一张国荣，星期二邝美云，星期三成龙，星期四陈明真，星期五黄品源，星期六红心，星期天黎明，一系列歌手专辑星星特约，本周每天晚上9:30，卡之音 Channel KTV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对歌唱方面有问题的话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，请写信给我们吧。台湾的朋友，请把信寄到台北市敦化南路2站207号16楼 D 室。新加坡的朋友，请把信寄到200号维多利亚街门牌0330百乐和白沙佛商业城新加坡邮区188021。期待
好的，刚才你们已经听过一些金曲了，轮到你们自己来唱歌曲了。那么现在我要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给你们听，是怎么样唱法的？来，李老师。我相信歌词你们还没有听得清楚，我再来唱一次吧。来，李老师。听得很清楚了，那么先听一首周璇的《知音何处寻》。